谁也没有设想过，我们这支队伍里没有了刘峰，会是怎么样？那时我们歌颂默默无闻的英雄，歌颂平凡中的伟大，就是歌颂刘峰这种人。什么是活雷锋？这就是活雷锋！我这只手可不能洗啊！活雷锋握过的。Go! 我知道你在藏着这种憋屈着，撒谎去了也兜住证据。别人欺负你，你也忍着。我没撒谎。小穗子看哪儿呢？小穗子，你叫我啊？对，礼拜天你们宿舍的人一般都去哪儿了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林冰冰去哪儿？你自己问她去吧。 你请穗子就不请我，我能请得动你？那你试试看啊。好啊，林丁丁，俯视我们活雷锋。我才不如死呢，我私心可大了。一支队伍要烂，先从作风上。你对林丁丁有猥亵的想法，对吧？ 我没有，你以为他们才是刘华的？过去我们的老顶替是刘峰，而现在谁能顶替刘峰呢？刘峰，到，快点，是。